手指自己建案大片基地，他史章刚为华富集团董事长，靠着房地产累积身价上百亿，被外界称作神秘富豪的他，眼光独到。最低迷的情况下，我们去做这个房地产，然后到今天的十几年来啊。到今天为止啊，就证明，终于证明我是对的嘛。出身公务员家庭的他，白手起家。学生时代股票案爆发，股票大跌时，他就懂得危机入市，在股市大赚一笔。进入房地产业也是从冷门的不良债权起家，后来推出第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，大赚数十亿，奠定基础。四位掌握贵宾，先看我们的右手边。砸下大把钞票和时间精力，张刚伟硬是让外界已经认为没救的远航重新起飞，上场得意。不过最让外界关注的却是他的感情世界。四年前记者直击，张刚伟跟自家空姐一起吃宵夜，互动亲密。但这时他和女艺人伟如早已经生下一子。我们成年人哦，这个承受起这种说这谣言乱写，可是那小女孩何其无辜啊！画面曝光，张刚伟却否认说只是朋友，而他对于女星也似乎情有独钟。传过绯闻的包括关之琳、吴雅欣、陈怡蓉，还大方承认他最爱的女人是女明星赵雨绮，两人一度论及婚嫁。不论是感情世界还是商场经营，张刚伟同样都是话题不断。记者廖玉志台北报道。